到分手，快到分手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要有那个伴唱。一年一度的跨年，也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台北最嗨新年城晚会又要到了。那第二年唱的不就是《天空之城》？那今年呢？不知道市长有没有准备什么娱乐节目要跟我们市民朋友分享？不要了，不要唱了。可是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是来帮市长想一个解决的方案。那这个方案就是呢，市长必须要接受我们不机智问答的考验。只要我们市长能够通过接下来五题中的三题的考验，今年市长就封麦。我很喜欢考试。好，来，第一题，请问市长，今年101跨年烟火表演长达360秒，将史无前例的从跨年倒数前一分钟就开始放。那请问今年的跨年烟火数量有多少发？A 160万发，B 可能，不可能，16万发，不可能 ，C 3万发 ，D 1.6万发，1.6万发了，因为去年是3万了，今年为了环保的需求开始在减量，所以今年降到过去的一半了。因为我没有光雕嘛，所以其实这个时代在进步嘛，以前就烟火一路放到晚了，就一半是烟火，一半是光雕，我在想要混合起来看是长什么样，大家慢慢期待吧。可是最近听说好像有很多县市都有打算放烟火。没有，是这样的，政治是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嘛，不是落实在生活的某一天。你一天不放烟火，也不会生态空气也不会改善，对不对？所以又不是，所以这个做政治还是要实事求是的。当然，空污还是要处理啊，但是不是说哦，你今天不放烟火，那整年度空污都没有，不是这样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接下来第三题是我们的歌唱题。歌唱题，对，因为今年呢，我们的那个开场跟倒数嘉宾，那请市长两个选一个，我们来唱一句他们的当红主打歌。市长，你觉得你要选哪一个？我都没有把握。我觉得我们还会教你唱。你要听实话吗？我好像都没有听过。对，你当然对。那市长，你觉得你想选哪一个？这个好了。哎呦，那是什么？是什么歌？好，来，这没关系，这我们现在就教你唱。太可怕了，这卡拉 OK 是？对对对对，他的歌词叫做我帅到分手，安全感不够。我帅到分手，那想演什么？就是被女友劈腿了。对，我帅到分手，因为分手了嘛，然后他觉得安全感不够。所以要跳舞，我完全不懂那个逻辑是什么。对，我们直接从副歌开始。9000万次，摔到分手。这个是那个，我看这个就是那种跟500听起来跟500的那些都很像。那那个要，其实那个要有伴奏。你如果清唱还是听起来怪怪的。到分手，摔到分手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要有那个伴唱，要伴哦。重要，因为这一题呢，就是我们今年跨年的最大神秘嘉宾。神秘嘉宾。对，就是我找到一个韩国的天王，他叫做 Rain。Rain 就下雨啊。Rain， 对 ，Rain 的英文的 R A I N。下雨啊。在英文上是下雨啊，可是他在韩国是一个人气天王。那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8块肌。那相信市长就是之前是外科医师，对于人体部位应该不是很陌生。那想要猜一猜下面这四个哪一个是 Rain 的8块肌？啊，天哪，这谁会晓得？是啊，这个他没有伤口，这实在不太认识。你要是有开过刀的伤口，看过还记得。啊，那个我没开过刀，我看是这个没什么肉的那个。为什么？猜对了吗？因为这个看起来就很，这个是有练过的啊。对，这个身材不太像韩国人的身材。哦，那这个是那种比较欧系的，这个看起来是那个亚洲系的，就是没什么肉的，那什么练，说表面上说练有练也没什么效果。是啊，要不要撕开那个便利贴？C 不是 C 是刘德华，这样会得罪千千万万个刘德华粉丝哦。好，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是 D 啊 D 是 D 才是对。啊，这个好。最后一题就是这个也蛮重要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年请到韩流巨星，那相信也会有不少韩国观光客打算要来台北观光。
那市长要不要趁这个机会练习一句韩文？哦，这个我去过韩国，知道。这个我是柯文哲市长，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。然后，大家好啊，我只会这一句了，其他不会的。好，我们结算一下，那市长总共最后一题这样算是勉强通过，五题对四题，八十可以的人。那也恭喜我们市长终于通过我们的不机智问答的考验。所以今年不用唱歌了。好，来，也恭喜市长今年可以顺利封。